实哦，我有件代志，一直就是要甲你参详的。我，你讲啊。我是要跟阿奇结婚的，你感觉安怎？啊，你阿形容讲要甲结婚啊？啊，恁两个唔才交往无偌久尔，妈妈知影你足介意的，啊，不过结婚哦是大代志呢，哪会当遐尼啊冲动？哎，妈，海丽啊，瑞德，啊，哪会这么晚才回来？公司今嘛情形安怎？麻烦哦，有一挂同事啊，希望咱所有人接受啊。那呢，你敢有把握吧？一半一半啦，这酱油里哦是老好哩啊，水电经验比较加济真济啊，而且个性真肥，跟你亲像阿斌，你才出手的。我是烦恼哦，连那一个人敢有法度答应伊？哎，这摆嘛敢来当哦，看事办事啊啦。我是叫事情去调查哦，最近才所谓当水状况啊，我抓到一定加一管阿斌。好啦，那呢你家己都爱加油呢，这妈妈无法度跟你斗三工。你太靠你家己啊！有你的加油，对我来讲都是我鼓励啦。安琪，喂，安琪，安怎啊？是啊，我今麦随到去接你。你知影拄则信宏甲我讲啥无？伊甲我讲啊，伊要甲安琪求婚啦。啊？这赶紧，你嘛感觉伤紧对无？啊，信宏都足坚持的，都讲什么哦，一世人哦，都敢认定安琪这个查某囡仔。妈，我知你到今嘛，对安琪是真袂放心啦。因为伊的感情在，咱外人啊，无方便插手啦。啊，既然信宏啊，这么介意，这么信任伊啊，咱就支持伊嘛。伊如果反对啊，我肯定影响到恁爸个关系呢。我嘛是安尼想啦，既然无法度甲阻挡，我都归去哦，顺爷以后啊。啊，你今物感觉安怎？感觉想要吐？是无遐尼想要吐啦，不过身体还是无爽快。啊，先坐一下，先坐一下，这里哦。你真正对我足好个呢。当然啦、啊，你是我的太太。无你开始麦包到内底有咱个小宝宝。欧巴，你是想要爱小王子，还是小公主？只要是咱个囡仔，我拢介意。杨哥，若是真正会当是小公主哦，安尼上好啦。你有心啊？还未确定，我爱先做检验。你这么抱倒来，有你心内查无来的囡仔，你是感觉足幸福的对无？歹势，我无想要甲你讲话。蔡依，有时阵我真正想无呢，你是真正天真，还是假单纯？你敢真正向尔讲？戆到你的红色伫咧外遇啊！你咪当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。我爸甲你唔是外遇，你只是个前女友，你两个人的感情早流定过去。张明勇哥哥，唔是过去式，是现在进行式。你甲恁爸爸是不是吵张明勇？啊，搁恁厝内底人去我上班的酒店。张明勇后来无甲伊做伙倒去对吧？你甲我爸讲。去酒店外口吐，后来大家就无去啊，所以才是人三更半夜回来。刚刚，伊是骗我的。你敢知影为啥？因为恁翁迄暗，在伫我的眠床顶。我唔相信。张元勇，高公白菜，欺骗你，反背你，你搁掠准你家己的上天给露出来。去上别人霸占你的舞台，到最后嘞，你就是上大的笑话。
那你跟我先嘴皮，是不是代表我讲对了？